是当面一套，背地一套，我根本不知道他现在说的是真还是假。他所有的要求我都尽力满足了，可他还是不满意。我觉得有些事儿他就是故意的，他不想做的事儿永远都有借口。我解释过很多次，我不知道我到底要怎么做他才能相信我。掌声请出这对情侣，有请。
来，谢谢你的听众，谢谢。